单的，就是用工厂来的。工厂就是有那个，一样很简单，只要单来就好听了。就是为全天地批准加增政府的分配。要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敢于挑战地产霸权，换作后面让我们香港市民分享香港发展的成果。投票是很简单的，就敢在家附近地铁站附近好，火车站附近好的票站都是身份证就可以投票了。我们向你们保证，所有的资料将会保密，所有的资料将会在今日投票的时候保密。今次发言的特首有这个问题，都有一个机会参与特首选举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各位市民，我是郑宜石，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参与今日泛民特首的初选。泛民需要一位特首候选人，香港市民都需要一位泛民的特首候选人。原因很简单，只有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全面地批评现在曾蔭權政府的不足，只有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敢于挑战地产霸权，换作后面让我们香港市民分享香港发展的成果。投票是很简单的，就敢在现在附近地铁站附近好，火车站附近好的票站，你出示身份证就可以投票了。我们向你们保证，所有的资料将会保密，所有的资料将会在今日投票结束后全部毁灭的。今次泛民的特首初选是一项幸运，是让每一位市民都有一个机会参与特首选举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各位市民，我是郑宜石，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参与今日泛民特首的初选。泛民需要一位特首，香港市民都需要一位泛民的特首。原因很简单，只有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全面地批评现在曾蔭權政府的不足，只有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敢于挑战地产霸权，换作后面让我们香港市民分享香港发展的成果。投票是很简单的，就敢在家附近地铁站附近好，火车站附近好的票站，你出示身份证就可以投票了。我们向你们保证，所有的资料将会保密，所有的资料将会在今日投票结束后全部毁灭的。今次泛民的特首初选是一项幸运，让每一位市民都有一个机会参与特首选举。我是大家，各位市民，我是郑宜石，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参与今日泛民特首的初选。泛民需要一位特首候选人，香港市民都需要一位泛民的特首候选人。原因很简单，只有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全面地批评现在曾蔭權政府的不足，只有泛民的候选人才至会敢于挑战地产霸权，换作后面让我们香港市民分享香港发展的成果。投票是很简单的，就敢在现在附近地铁站附近好，火车站附近好的票站，你出示身份证就可以投票了。我们向你们保证，所有的资料将会保密，所有的资料将会在今日投票结束后全部毁灭的。今次泛民的特首初选是一项幸运，是让每一位市民都有一个机会参与特首选举。多谢大家的支持。